哟，周，哎，周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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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招跟夫你们看看也就算了，这招捕快，哎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本姑娘今天就断了你们的念想，这捕快呀，非我莫属。好像太远了。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也敢在此自不量力？看你这小身板儿，上房揭瓦，滔滔鸟窝，勉强还凑合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可是打擂台，比的那可是真功夫，你知道吗？别到时候受伤了，再那哭鼻子。赶紧，回家找你娘亲吃奶去吧。哎呀，我说这位大叔，我觉得你吧，还是先回家找你的娘亲，把你的伤风先治好了吧。这盆地大的，把脑子都震坏了。日小儿，竟敢口出狂言！切，我告诉你，大人的事情你少添乱子，我是怕你搬起来石头砸了你自己的脚。 你等着又一死，我这又……人呢？啊！这……你别小看我，擂台上再让我遇到你，就不会客气。 你在干什么？抓蝴蝶，谁知抓了你这只流浪狗啊！切，抓蝴蝶，你喉结都那么大了，还装什么纯呢？哦，抓了蝴蝶放在县衙的院子里面，鸟语花香的才叫有品味啊！真矫情，没情趣啊！我跟你说，认识你呢，我的人生都变得灰暗了。什么？你人生的灰暗不是因为我？
是因为你色盲啊，是因为我认识你啊。喂喂喂喂喂，你别那么弱智好不好啊，你可是县令啊，真丢脸。你别那么幼稚知道吗，没脑子，你会连累我的。快来帮忙。哎哇，哇，不好意思，我来帮你扶起来。谢谢啊。哎呀，我哎呀，知道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，只不过不是我，是他。哎，可惜啊，他跑了。哎，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小子跑得这么快啊！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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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保持这种愤怒，对于这种轻薄之徒，就应该好好的教训他一顿。姑娘，你干什么？教训你这个轻薄之徒！我不说，我非礼你的。这又不是表彰大会，你当然不会承认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带你去抓凶手。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我为什么跑呢？跟他解释一下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我得回去。喂喂，站住！我，你以为你翻进去就没事了吗？我告诉你吧，这种围墙的高度，三个落在一起，本姑娘一个跟头就翻进去了。别过来呀！别打别打别打！哎呀，幸好救命啊！不知道这是个什么鬼地方！哎呀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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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杜云腾，杜云腾，那别怪我不理你啊，是我叫你，你不答应我的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什么地方？啊，这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冰窖啊。冰窖？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干什么？与我何干呢？我叫你别跳，你非要跳吗？现在你满意了？现在本姑娘满意了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思打架呀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调节心情啊。再说了，这么冷的地方，就到水运动运动了。他没文化真可怕，你运动越多，流失的热量越多，到时候你死得更惨。哎呦，再惨也没你惨。喂喂喂，哎呀，别闹了，你怎么会这样？别打别打别，看我今天不修理你。昨天竟然什么都没打着，您这打猎的技术看来是退化了呀。
我是跟踪一头黑熊，然后迷了路。编编，我在想，我在想，我在在编呢。丫头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多问题呢？我肚子饿了，这点心能吃吗？嗯。哎呀，我要去当捕头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离那个小流氓远点，要去也是我去。啊，对，要去也是我去，也是哎呀，您这是伤风了吧？啊去！哎呀，伤风！啊去！啊去！啊去！伤风了！啊去！你早说嘛！既然不能逃命了，我们保命吧。来，怎么保？起来了！起来！来干什么呀？呀，你看这个手脚呢，是血脉的末端，相对于身体其他地方呢，血流阻滞，这种情况最容易冻伤了啊。所以呢，没事多搓搓手脚。现在这个时候，光搓手脚有什么用？要搓，当然全身搓了。哇，你当你是章鱼吗？你这么搓，你搓得过来吗？哎呀，要不然我们对搓吧。你个姑娘家说话别那么随便啊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装模作样的？你读那么多书，难道不知道两个人靠在一起才是最温暖的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这不过男女授受不亲吗？你说什么鬼话？什么授受不亲？难道胖胖就能亲了？你多读一点书吧，拜托。哎呀，想着读书，你怎么在书上面？滚过来！哎呀，生子是小，失节是大嘛！我是为你好啊！我现在只知道你给我过来，我不想冻死在这儿。哎呀，给你，你干嘛？哎呀，脱衣服给你穿呢，总比两个人都冻死了好吧？来，你这样真的会死的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杜云腾，杜云腾，杜云腾。哎呀，一晚上没回来，死了也托个梦给我啊！杜云腾，杜，是曹姑娘啊，你来啦。杜云腾在吗？可能没在。什么叫可能没在啊？那是在啊，还是没在啊？没在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知道啊。哦，喂，喂，你死了没啊？这么敏感的问题，你就别问了。每一次回答我都很紧张啊。那我们在这里待了多长时间了？不知道，大概有一天了吧。一天？我怎么感觉像过了十几年一样？
这样很好，到你出去的时候你还是很年轻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很保鲜嘛。已经很冷了，你就不要再讲冷笑话了好不好？你千万别睡呀，一旦睡过去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说不定我一觉睡醒了，这儿就春暖花开了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冬眠了？你以为你自己是一头熊啊？可是我真的好困啊。那背诗，背诗啊。啊，背诗啊。对对，背啊，唐诗三百首。我只会背半首。啊，那就半首吧。啊！举头望明月。啊，举头望明月。低头吃脚丫。我的天哪！教你背诗的一定是个厨子吧？哎，要是我真的死了，我允许你吃我的肉，啊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啊！我办不到。哎，为了生存下去，你必须要做到。对，一口一口的咬。泄气话，只要我们还没死，就一定有希望的。你别安慰我了，你肯定知道，咱们这次稳挂了。不好了，我听说，坏人死后要被小鬼扔到油锅里炸的。温差这么大，受不受得了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又不是坏人。我都这么对你了，我还不是坏人？不是，你只是有一点任性啊，但本质上面呢，你还算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的呀。啊，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事实如此啊。那有个屁用，还不是一样得死啊。哎，你怕什么呢？有我陪着你嘛。嗯，真的？当然啦，陪你走黄泉路，陪你过奈何桥，陪你喝孟婆汤。不过千万不要加葱花，因为我最讨厌葱花的味道了。我也是。你也是？嗯。啊。哎，不过投胎的时候你可别跟我抢啊。一定让你先走了，陪你到最后嘛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说话算话。啊啊！死就死呗，你怎么尿裤子了？啊，不会吧？是什么规矩啊？难道死之前都要这样的吗？啊！那为什么我没尿裤子啊？你干嘛非礼啊？非礼勿视啊！啊！喂，我。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哎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好像是条门缝。哎啊，那撞吧。啊，哎呀不用死了，不用死了，不用死了！你报告了吧，报告了，走啊！哎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都说过了，他肯定不在房间里的。嘿嘿，哎，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哦，这很难说，有的时候呢半天，有的时候一天都有可能啊。哎，不如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啊。这边，不行，坐这边好了。哎，来。哇！啊！哇！哇！原来出口就在这个房间呢，太神奇了！啊！哎！啊！咱俩以后的事儿，
怎么办呀？什么怎么办啊？你说过你要一直陪着我的，你得兑现呢。我们现在都脱险了，兑现什么？哎呀，不用担心，即便咱俩没死成，你也可以还是按照原计划陪着我的，我真的不介意的。可我介意，我说万一我死了，我陪着你，现在没死，那就不用陪了吗？你们读书人还真是虚伪啊。对呀、你喜欢我的话就直说嘛，我又没说不接受。你都傻了吧，我喜欢你。行啦，我知道你们男人要面子，好，我给你台阶下。我喜欢你，好喜欢呢，你可以承认了吧。喂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杀了我吗？怎么又说喜欢我？你到底走什么节奏？我跟不上啊。哎呀，我节奏这么简单，有什么跟不上的吗？不要了。哎，对，你还给我。我不还。还给我，还给我。不还。都还给我呀。我绝对不还。你脱下来，还呀。什么声音啊？有声音吗？没有啊。喂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，我就不会让你走了。脱下来呀，脱下来，脱下来，你脱的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喂，曹姑娘，曹姑娘，杜公子，曹姑娘，杜公子，哎呀，你别走啊，曹姑娘。哎呀，这次不会连累我了。他们两个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傻子都看得出来，小情人闹别扭吗？那我算什么？露水姻缘喽。想不到他连这个也搞，我突然觉得我的节操非常的高。什么露水姻缘呐？我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生死与共的。曹姑娘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有什么可解释的？该看都看到了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在生我的气？我没生你气，凭什么要生气？没生气，那你先让我把话说完。说吧。你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吧。不说我走了。说，只不过事情有点复杂，我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一个误会，真的是一个误会。我不认识这个姑娘，连她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可是我们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掉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冰窖里面，然后她说她冷得要死，所以我就把衣服脱给她了。然后呢，哇，轮到我冷得要死了。就在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又莫名其妙的找到一个出口，然后我们就爬出来，又莫名其妙的出现在了厢房里面，然后就你见到我，我见到你。总之一切都太莫名其妙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能相信我吗？你别这样看着我呀，我心里没底。你不应该去做什么县令。那我应该做什么？去说书。哎呀，你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我们都认识那么久了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。自从认识你之后呢，别的姑娘我都不敢多看一眼呢。你就相信我吧。哎呦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啊。你对不对得起我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好吧，那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县衙，我当面跟那个姑娘对质，啊，以表我的清白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曹姑娘。行了，你别拦我，我自己会走。那走吧。喂，你的脸怎么了啊？别碰我，不要管我。不行，不管你会有危险的。离我远点。你离我远点，我就没有危险了。不会吧。杜公子。打住，你干嘛还穿着我的衣服啊？又不是没穿过。再说了，咱们都共同经历过生死，还分什么彼此啊？你别瞎说啊。昨天晚上还对人家那么好，你现在又假正经起来了。喂，我什么都没做过呀。行了。
我知道你害羞。刚才啊，我把你的卧室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，我还觉得这个枕头啊特别舒服，所以我准备把我的样子啊画在上面，让它每天晚上都陪着你睡，喜欢吗？曹姑娘，我你要是再跟过来，我就杀了你！曹姑娘，公子，什么公子不公子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干什么了？你干什么了？人也出来了，衣服也给你穿了，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快点消失，越快越好啊！哎，你怎么总是这么口是心非啊？你承认你喜欢我，我才走。喂，我不喜欢你啊！我巴不得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你。可是你夸我是心地善良的好姑娘。哦，那叫客气呀、啊。客气。你说杜云腾他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关我屁事啊。他就是嘴硬，他就是嘴硬啊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干什么啊？哎，就是这里了啊，你看好了啊。哎，你说你跟那个女的从这里压到了那个机关，然后就掉到了洞里，洞里边呢通到那个密室里，在密室里面你们两个做了很多。够了，再说下去就不堪入耳了。想不到这个县衙里面居然有个地道哦。对呀，那个密室里面有没有宝藏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冰窖。哎呀，冷得要死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了呢，就麻烦你帮我去跟那个曹姑娘解释个明白，可以吗？当然不行了。真是冷酷无情啊。要不然怎么叫铁面无私呢？没宝藏，为什么有个密室呢？喜欢我，我非要让你承认。居然不承认喜欢我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迟早都会成为我的人。有情况，走走走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把我给吊起来了？人呢？人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当家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中了自己的圈套啊？太丢人了。我问你们，是谁把我设的陷阱位置给换了？是谁？是谁？谁？说，你说呀。说呀！这个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这你个头啊！把我放下来，把我放下来！就一身过硬的本领，这辈子你们都不愁吃穿，大家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看来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有前途。看你嘞，
哎呀，哎呀呀！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先别急，哥哥有好东西介绍给你看。这是我新创出的超级无敌抢劫连环招。为了提高我们的效率和速度，我精心研发了史无前例的战术与套路。我知道你很激动，所以说我现在一一跟你介绍。来来来来。这一组是我专门用来抢劫的。能做糖炒栗子吗？是个好主意啊，一来可以练铁砂掌，二来可以吃糖炒栗子。这个建议很好，得保留，也算我一份。下一组，这一组是我专门用来训练他们带东西逃跑的。这个实景模拟训练是按照我们大理山的实际地形所设计，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在突发的情况下能轻易的脱身。下一组，这一组那就更厉害了啊，这是你哥我的必杀技，专门用来对付官兵的。你看他们的动作个个干净利落，不落俗套。而且他们还带有一定的娱乐效果，可以陶冶情操，这才可谓是武功当中的上乘之作。看完了吗？看完了可以走了吗？不是，你给点意见嘛。哎呀，你给快走。看什么看？继续练。继续练，继续练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说我的好妹妹，你能不能听哥一句话呀？以后在那么多兄弟面前，你就该给哥留点面子嘛啊！好歹你哥哥我也是一个大当家的呀，你这小丫头片子在我面前呼来喝去，以后怎么叫我在这群山贼面前树立威信呢？你还好意思说我啊？谁让你不经我同意就把我设的陷阱位置给换了啊？差点没弄死我。你说你中陷阱了？是啊。那就说明我改的位置是正确的喽。自作聪明的家伙受不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丫头，来跟哥好好说一下，这次下山打探的怎么样了？这次下山我还真打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，就是苦瓜镇已经升格为欢喜县了。啊？嗯，地方升格了。那就表明这一带的老百姓更加富裕了。好好，县里设了衙门。衙门，有县衙有什么了不起？老子不怕，咱们这帮兄弟都半年没有下山了，要再不捞点东西回来，那都快啃树皮了。哎，丫头，有我在这里陪着你，你怕什么啊？陪你走黄泉路，陪你过奈何桥，陪你喝孟婆汤。哎呀妈呀，你这小丫头片子想什么呢？我什么都没想。什么都没想？怎么一副心不在马的样子啊？哎呀哥，我都跟你说了一万次了，是心不在焉，不是心不在马。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啊？我知道了。那你赶紧说说，为什么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啊？大哥。大哥。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哪儿不舒服？我的心痛。心痛。快点把手给哥哥，我来帮你把把脉，看看到底什么病。
你是治不好的。开玩笑，你哥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没有我不知道的病。我喜欢上一个人。哦，难怪你的脉象那么紊乱。什么人呢？哎呀，男人。这怪不得乱得那么厉害啊。男人，好啊。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开始喜欢男人了。好。来人呐，大当家有何吩咐啊？立即开会。是。当家出什么事了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人家喜欢上一个人。对呀、他终于喜欢上一个人了。喜欢上一个人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对了，哎，丫头，快点说说看，你喜欢的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其实我，肯定是我。我喜欢。恭喜呀！恭喜恭喜恭喜！恭喜呀！县里的一个人。二当家，我们等了你十几年啊！对啊，十几年了，这下我们可没戏了。到底应该怎么去解释，才能让曹姑娘明白我对她的一片心意呢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你最近好像有很多血光之灾啊，还是赶紧去烧柱香拜拜佛吧。烧你个头的香啊，还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血光之灾都是被你惹来的横祸。不能这么说吧，正所谓种瓜的瓜，种豆得豆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啊。而你呢，你的厄运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哎，全都是你自己作死。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冰窖里边你还能说这么多的废话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在这儿做什么无聊的事情呢？抖什么呀，现在呢水果都上市了，所以呢趁现在把时令水果都冰冻在这里，等过了季节再拿出来卖，能赚很多的钱呢。那不知道猪肉能不能在这儿保鲜呢？嘟嘴。所以跟你这种没有经济常识的人呢是讲不明白的。怎么想重游犯罪现场啊？是不是打算回味一下啊？你说什么啊？哼，我告诉你啊，以后这里呢就归我管，要做那些伤风败俗的事呢，麻烦你回到自己的房间去。怎么连你也会这么误会我呀？一男一女啊，孤男寡女独处一室啊，还脱掉了衣服。是，难道商讨国家大事啊？哎，我真的是为了救人呐。那你现在为什么不救救我呢？你不用救啊，这么低的温度最适合你不过了，北极熊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跟这些水果在一起呢，那就跟这些水果一起睡吧。喂，谁说胖子不怕冷啊？胖子怕冷的话有罪吗？胖子怕冷要坐牢的吗？
总之，为女子与胖子难养也。哼，这种没有常识的人真可怕。怎么会在这儿呢？还是先把水果放好。杜云汤。